各位车友大家好，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土浪 TL 升级原厂跟车，并升级八代多功能触碰方向盘。其实这个方向盘啊，它还有一些可以增加的小装置，例如这个可以变小蓝啊，这个也可以变蓝色的啊，那个外盖哦。那我们现在是用跟车，然后大家仔细看哦，它那个是用触碰的，它用滑的。哦，你看大小声，哦，是不是很方便？然后它在车距啊，这个车距都可以调。它其实比以前的方向盘来说，它多了一个触碰的回馈。哦，大家有看到我现在按那个按键，它就会有咚咚咚的声音。是不是？哇哦！你看我刚刚这样滑，它那个频道就变了，非常的科技啊！哦，这边一样可以调，可以调，调调调。这个就是我们方向盘跟 ACC 的介绍。哦哦哦哦哦！来怼哦，来怼哦！好，我们看一下原厂的 ACC 的选单。驾驶辅助系统这边有选单，专车专用，就是这个样子啦。小拨片你可以再去买外面改装拨片，把它加高，你就可以换挡了。我们试一下，哎呦，换挡了耶！呜呜呜呜呜呜呜！哦哦哦哦！原来换挡拨片是安尼用的，降档者。哦，加者。哦，好了，功能都为大家介绍完毕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